烧肉店，然后他这边有可以在单点吃的哦。哦，好棒！他除了吃到饱，还可以单点。然后这边还有20种以上的饮料哦。真的，真的很多。很多饮料。你看，这边还可以再单点酒类的部分。然后还有吃，今天有分120分钟，90、150。其实算便宜的，跟东京比起来啊。这边它是每一个时段的时间表不一样，就是哦，中午更便宜耶，快一半的价钱。大人60岁以上，小学生和3岁以上。3岁以下不用钱。然后这边是一些注意事项。然后这个也是注意事项。然后这个呢是他们的会员，加入他们的会员的一些活动，这些东西。来，就是像这样喽。